小姐，你看你柿饼都发霉了，你还发给我？大哥，这不是发霉了，这个是柿饼表面上面的一层糖分自然结晶的形成的一层果霜。不信我打开一个给你看一下，像这样糖分越高，它的果霜越厚，看到没？非常的甜，很好吃的，看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，那我还想吃，怎么买啊？帮我点个小爱心，来我直播间就可以买到哦。